好啊，再次欢迎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啊，那我们的视频会议特别培训呢，现在马上要开始了，我先启动这个装置啊。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啊。那大家好，我是 Yvonne，目前位于这个美国的洛杉矶啊。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荧幕在空中哦，跟我们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家人伙伴们见面。那我们想其实几个礼拜前我们才从这个新加坡的年会回来哦。那这一次呢，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我想兴奋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我想大家平常哦，各忙各的，有机会在这个公司的活动见面，大家当然很开心哦。那平常像家人一样，所以呢，有机会呢，在同样一个平台遇到就同样梦想跟同样想法的朋友呢，我想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另一件事情让人感到兴奋的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国际的舞台已经越来越满了啊？所以呢，又就是代表在杰斯短短6年的时间呢，其实真的有在观望的人，我相信你不得不相信这个平台确实让太多人成功了，而且这个成功的标准是任何背景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成功。如果你真的想要，如果你真的放下你正确的行动哦，所以呢，我想今天很多伙伴要求，他说，到底现在是2015年的9月底了啊，接下来剩下几个月的时间，到底我要怎么样让2015年成为丰收的一年？这也是今天呢我做视频会议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力来源哦。那我想今天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主题呢，叫做事业翻倍的关键。其实不管今天各位伙伴们哦，你在这个杰斯的年纪有多大哦，不管你是刚加进来，或者是说你进来有一段的时间，其实这个生意呢，就是要往对的方向去做。很多朋友说，我知道呀，我知道怎么做 ABC 呀，我知道要邀约啊，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可是往往就是所谓的都知道，蒙蔽了我们自己。因为同样做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做法，到底你有没有把它做对了？因为同样一个平台，我们一再再的强调哦，同样的平台，同样的奖金制度，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资源，为什么团队里有人非常快速的成功，有些人还在好像在摸索？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往往我们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盲点，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呢，让我们来检视自己哦。那我说这个生意呢，其实认知哦，绝对是决定你的行动跟你的回报，所以在你一开始想要去跟朋友分享、想要去邀约、想要去缔结做任何团队的活动，其实这一切行动背后的 motive、背后的动机、背后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哦。我相信，其实取决于成功跟还没有成功的朋友，差别就是到底他对这个平台的看见有没有一样。那我们来看看哦。到底你是停留在一般人的看见，还是你已经属于这个钻石群的这个看见啊？首先，第一个，你认为这个事业，如果你认为它是赚零零用钱，OK，还是你真的认为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事业，甚至把它当做一个老板在做企业啊？其实这没有对跟错，这就是一般人的认知跟真的要成功的认知的区别啊。那另外呢，你认为这个生意呢，其实跟别的生意其实就差不多都一样，还是你确实打从心里完完全全相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平台？什么叫做革命性的平台？就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许你听过类似这样子的生意，可是如果你没有打从心里相信这是个革命性的平台，你还是会用旧有的思维来运作这个生意哦，所以呢，这就是我讲的，这是盲点。那再来看看，你认为这个生意其实就耍耍嘴皮子、动动口那么简单，跟人聊天还不简单？我以前是做过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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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你认为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能够靠自己旧有的经验，还是你认为这是需要从零开始重新学习的平台？
我相信我就用我自己的个人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听过我的见证的朋友都知道，我一开始前6个月，我说我是在什么，在睡觉。为什么在睡觉？首先，我不认为这是个大生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不认为我需要来学做这个生意，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我过去做投资理财，其实常常跟这个客人去见面，常常去谈单，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我那时候认为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事业哦，所以我并没有来归零学习。可是真正让我事业有突破性的进展的时候呢，是当我放下自己，从零开始，重新愿意去归零来学习。所以呢，另外一个认知，你认为这个生意很多人可以一夜致富，还是你认为这个生意是让人能够成长的创业之路？我觉得呢，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会决定于什么？会决定于你怎么看这个生意，还有甚至你怎么带领你的团队。我相信我们今天在线上有很多的领袖，那其实我们领袖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上了钻石以后比以前更忙，我相信的是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你会觉得你肩上有一个责任感，有责任感把这个生意真正的 essence， 真正的核心的价值呢要传递出去。因为一个领袖你怎么看这个生意，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伙伴怎么看这个生意。所以呢，当领袖呢，一定要把标准定高，要把自我期许定对。其实我常常说，往往反而是领袖需要更检讨，需要更学习。为什么？因为你才可以用对的方法跟action plan 跟这个计划来领导带领我们自己的团队。所以呢，认知绝对是决定你的未来的方向，还有不仅仅决定你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当你有正确的认知的时候，也会决定于你的报酬，因为这是创业，创业一定会有回报，一定会有收入。所以呢，你的决定你的报酬的高低，当然决定于你的认知。你认为这是小生意，还是你认为这是大企业？还有一个更重要，我个人非常看重的一个因素，就是当你正确的认知，正确的把这一场创业之路漂漂亮亮的走出来的时候呢，它也会决定于你的个人的品牌。我相信这个个人品牌不是只要你自己去创造一个你的名牌哦，但是呢，我相信带团队，当你的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怎么去带团队，其实已经不是靠公司，靠这个大家所有共有的资源来带，而是靠你自己的什么领袖魅力，靠你个人的什么做事的方法。其实带团队就是带人，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其实就是决定于你的什么，你的品性，你的做事的方法，你对这个生意的投入。所以呢，我希望在座我们团队的每一位领袖，今天既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许今天你的生意能够还有很大的空间去突破，靠的就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自己认知上的什么的一个改变啊。那再来呢，我说这个生意啊，就像打棒球一样啊。我在这个9月9号哦，今年的9月9号呢，刚好在新加坡跟这个很多的这个钻石朋友呢一起为新加坡的朋友做一场培训啊。他们就说用这个棒球来叙述我们的生意呢，他们觉得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同样的呢，再把这个打棒球的这个原理，这个叙述呢，比喻呢，来用在我们的生意，来用在我们今天的培训哦。大家不要这个误解哦，其实我根本不太打棒球哦。但是呢，最近常常陪小孩子看棒球，所以我觉得棒球的这个原理呢，也可以用在我们生意的比喻上。其实棒球哦，据我的了解啊，其实就是不断的挥棒，有两个团队，一个团队差不多是9个人左右。那你怎么去得分呢？你要怎么样？大家看到像一个菱形的这个球场啊，就是呢，投手在这个打挥击的这个打棒手呢，基本上怎么样？要跑到一垒，跑到二垒，跑到三垒，回到本垒以后呢，这个才算一分哦。所以呢，我们生意一样，类似有同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每一个生意都有不同的阶段，当你到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不是指你的进阶哦，因为在杰士这个生意可以借力，其实进阶
不并不直接代表你的收入哦。可是我指的是，当你真的要把这个生意做到一个至高的一个境界哦，就是不只是啊赚到钱，更重要是幸福，还有团队是怎么样，都有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段要经过。那不同的阶段也代表什么？代表你付出的努力不同，你付出的这个啊时间爱心不同，当然你的回报也不同。那最后呢，当你真的是走过这生意的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可以算是什么？你可以算是一个够专业的一个领袖，可以是这个平台的一个什么一个最佳代言人哦。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啊棒球一垒、二垒、三垒呢，来形容我自己的体会，对这个生意哦。我觉得这个生意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境界哦。那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境界，不管你是一开始加入哦，或者是说你现在想要重新怎么样来审视你的生意，重新开始，不管你加入了多久，我们就把今天当做什么？当做你第一天做生意哦。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哦，怎么样做是上第一垒哦。其实上第一垒呢，做这个生意什么都不需要学，唯一第一件事情，你的重点要把要学的就是要学会做好怎么样当好一个 B 的角色，就是那么简单，不是要你去学产品，不是要你去学怎么去说奖金制度，不是要你去学怎么样去带团队，这些都是怎么样，这些都是在过程当中你会学到的。而我们今天要伙伴学到的是什么？唯一要学会专注学好的就是当好一个 B 角色。那我知道在线上的朋友们可能会认为 B 角色 piece of cake 简单，可是你知道我做了 case 那么多，我还是知道很多 B 角色真正要当到对的，真正要做正确，其实还是有一些成长的空间。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去当好这个 B 的角色啊。首先其实怎么去要当 B 角色，就是要学会去邀约，学会去邀请朋友，不是邀请朋友来加入哦，是邀请朋友来看看这个生意是不是能够现在帮到他，让他们来看看是不是这个生意是现在他们在追寻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怎么去邀约呢？很重要，要用什么邀约呢？要说什么呢？要在什么样场合说呢？其实正确的邀约就是要学会说会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从你小时候开始讲，也不是讲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在3分钟内，大家可以练习你能不能在3分钟内把你自己的故事重点来说出来。那不只要学会说自己的故事，你还要学会说别人的故事，而要说别人的故事，你能不能在30秒内把别人的故事说起来？那要说谁的故事呢？为什么要提别人的故事呢？你要提跟你要分享的朋友类似背景、类似想法的故事。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遇到的伙伴一个朋友，他是家庭主妇，你就可以怎么样说另外一个家庭主妇的历程的看见。如果你现在遇到一个伙伴是传统老板，你这时候就可以说什么？说你在这个平台看到传统老板进入这个平台的因素，或者在这个平台的成就。为什么要说别人的故事？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人，我们不可能戴许多许多的帽子，戴许多的角色，所以这时候呢，你就要用不同我们周遭系统团队的故事去让对方产生共鸣。所以呢，大家，我鼓励大家，你可以做好一些啊，角色的扮演，你自己去实验看看，你能不能在3分钟讲好自己的故事，在30秒学会说别人的故事。那怎么样去说故事？其实我们的视频会议，我们团队的培训都有教大家如何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故事，其实呢，要包括3个很重要的一个啊 ingredient 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啊。你自己的故事，第一个，你一定要说出自己的缺口。为什么？因为当你说出自己缺口、自己痛的时候呢，对方会产生共鸣。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缺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缺口的话，缺口不是指一定是要悲惨的故事，缺口只是认为你觉得你现在还可以有更圆满、更改进的地方。我想举例来说，这个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平常怎么样？平常把时间放在小孩子身上，可是小孩子上学了，也可以有什么？有自己的空间来做成长。因为很多其实妇女们在结婚以前都有很好的职业，大家都很怀念怎么样？怀念在跟社会接轨的日子。所以呢，这时候你就可以说出你的缺口。你知道吗？我送了孩子以后，现在孩子大了，我也想要怎么样？我也想要跟社会接轨，我也想要找到一份事业、一个工作来做，能够赚一点收入，然后呢，在不影响我孩子情况之下呢，我也可以得到什么妈妈以外角色的一个满足感。这个就是你的缺口。所以当你在分享自己故事的时候，如果对方跟你一样是家庭主妇的角色，他会说什么？他会说，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继续听吗？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你讲的东西根本不是推销演讲的东西，你讲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故事。所以这时候，当你讲到缺口的时候，对方会怎么样？对方会点头，对方会有同感，对方会尊敬你。OK， 所以第一个说自己故事，你有没有讲到让对方共鸣的缺口？第二个，你可以提到你怎么遇到这个平台。就老实说，有可能是卖朋友面子，也有可能是什么？你真的是打从心里，从小到大看到这个朋友，你很尊敬你这个商场上的朋友，你非常的信任他。为什么要提到第三者？因为你要用第三者来做什么？来做 compliment， 来提高你在生意上的一个公信度。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其实朋友签不签单，要不要加入，都是第三个部分。他想看到到底你这个平台有什么期许，你是来玩玩的，还是你真的很认真来看待？还有他们也希望看到你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得到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呢，要学会说自己故事。很多人邀约的时候什么非常爱讲，记得我们这个生意不是讲我们自己想要听的，是要讲给对方听。所以每一次我们开口的时候，如果不会让对方感到共鸣、感到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说少一点。这个生意如果去用心去体会，其实这个生意非常的好玩。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阶段太看重自己的时候，其实这个生意做得不大。可是往往我们按着对方的角度去看，能够帮到别人，其实这个生意不知不觉就怎么样，就扩大了。所以呢，这就是学会 B 角色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你会不会推崇？因为当你讲完故事的时候呢，朋友一定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意，你到底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好事，让你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啊？那这时候你就要去怎么样？就要去推崇这个平台。但是推崇记得要推崇什么？要推崇帮你来工作的工具。因为真正你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平台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系列的产品，怎么样的一个平台，它不是从我们嘴巴听到的，而是从什么？从为我们工作的工具所听到的。那我们的工作有哪些？我想在过去我们有这个特别的视频会议啊的培训，已经教大家我们这个生意就像什么？就像一个漏斗。漏斗是什么？口大，下面是小的。那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什么？用说故事邀约，把人怎么样？把人丢到这个漏斗里面。可是如果你用学会怎么样用对工具的话呢，你不用自己一个一个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请人吃饭请人解说，太累了，而且呢也不见得怎么样达到效果。这时候用系统教你的方法，用系统教你给你的工具怎么样，用漏斗里面的工具为你把这个生意跟朋友解说。所以这里面的工具，举例来说，如果你在的城市有团队的活动，有招商会，有 table talk， 有 one on one， 这就是工具。还有呢，我们有这个视频会议的招商说明会，我们有现场的，我们有录影的，你知不知道？
还有我们里面我们 King Hui YouTube Channel，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在海外呢有 YouTube Channel， 在国内呢也有优酷网。到底你知不知道用这些免费的怎么样不同题材的这些影片录影来为你解说？所以呢，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推崇。举例来说好了，今天呢，他说你朋友问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意，我说这样子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的老师呢，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好朋友哦，他在传统生意做了很多年，我也非常的信任他。现在短短的几年，他在这个平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如果你推崇了这个工具里面的讲师，你说当这个讲师在分享这个讯息的时候，你朋友会不会洗耳恭听？绝对会。可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推崇做好，哎，这是什么样的平台？来来来，我放一个影片，我们来看看，你觉得这样子的话语有重量吗？所以，我们这个生意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把 B 角色扮演好。这个生意不是 A 角色多会谈单，A 角色多会说，而是到底你的 B 角色扮演的对了吗？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在思考，多思考，多用心去想。Instead of， 而不是马上怎么样，马上就下了断语，好好的回顾自己到底过去的 B 角色做的对不对？那记得哦，我们的这个邀约呢，绝对不要踏入误区，不要把什么把邀约当成展示跟缔结。你今天很兴奋，想跟朋友分享，结果呢，你马上朋友一秀一表现出来一点点的兴趣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太棒了，终于等你问了，马上就怎么样，就开始讲了。哇，这个生意是全球的电子商务，生意已经做到100多个国家。我们的产品呢，是有最高生物科技的生长因子跟白藜芦醇，你就怎么样，就忍不住了。所以呢，我常常说，这个生意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天的目的是邀约，就是要把人邀约到工具面前，而不要一点点的朋友的回应就乱了你的脚步，马上就忍不住怎么就开始自己怎么样从 B 角色转换成 A 角色，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呢，当你今天要做好 B 的时候，记得你的目的是什么？是邀约跟推崇。如果今天你做大以下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还没有怎么样办法把邀约做到对的。因为呢，一旦你跟朋友提起公司奖金产品制度的时候呢，其实对方马上就怎么样，不把你当朋友了，马上就心门关起来，因为你对他来说是个推销员。还有呢，记得当你今天的职责是扮演好 B 角色的时候，只要有 A 角色在场，你就要做个专业的 B 角色。嘿，没有错， B 角色也有专业哦。 OK， 那怎么样做好一个专业的 B 角色呢？记得一定要着商业的服装，不管你今天去谈单，你今天去参加视频会议，你今天跟只要跟朋友接触，记得这是一个生意。也许你跟他说我真跟他很熟了，可是很熟要创业的时候，你应该展现出来你对这个生意的尊重。所以呢，要着商业服装。还有呢，你要怎么样微笑点头，去视频去这个 OPP 的时候，去我们的这个团队会议的时候呢，或者是跟你的领导在做 ABC 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微笑点头，微笑点头。那么简单的事情 Trust me， 还是有人不会做。有 A 来帮你谈单的，他就认为哎，我的事没事了，他忘了其实你的 B 角色也是整个场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 B 角色就放松了，就去看手机，去怎么样去做一些干扰的这个动作哦。还有呢， B 角色要随时留意细节。什么叫做留意细节？看看看，早点到餐厅去，早点找到位置，位置要怎么做，是不是要事先把饮料都叫好？所以呢，你在谈单的 A 在谈单的过程当中就不会被打扰。还有呢，要听从指示。什么叫做听从指示？
B 角色就是好好听 A 角色的话。今天 A 角色没有叫你拿出 brochure， 没有叫你拿出产品传单出来，就请你握住你的手，不要手痒。OK， 今天 A 角色，如果今天这个在餐厅里谈单 ，waiter 这个服务员不断的来，很热心的问你要不要喝水，这时候可能怎么样 ？B 角色要留意细节去怎么样，去挡一下服务员。服务员，我们如果有需要，我们再找你。我们现在呢在讲一件重要的事，所以呢，专业 B 角色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很重要的是，如果今天你有 A 在场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 B 角色。当然，待会我们会提到，哎，如果我可以直接谈单呢，那又是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个扮演，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提到。可是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了解，其实做好 B 角色就是什么，上了我们生意的什么第一个阶梯，上了一垒。哎，在我们这个生意上了一垒也不错的收获，也不错的报酬。哎，我们这个打棒球要跑完一垒、二垒、三垒才会得分，可是这个生意就是因为这个平台能够借力，借用公司的力，借用系统，借用团队的力，所以你即使只上一垒，什么都不做，光是做好一个专业的 B 角色，你也可以有不错的收入。因为怎么样，我们这个生意能够借力，所以我请大家记得，这个生意第一个阶梯，第一个阶段就是好好扮演好 B 角色。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称职的 B 角色？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 B 角色？ B 角色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如果你做好 B， 你也是有机会站在国际的舞台上。所以呢，我希望每一个团队好好的去问问自己的领导，哎，你觉得我这个 B 做得怎么样？然后接下来好好的听听你的领导，跟你有机会谈单，跟你有机会交手的领导，他们对你的。那接下来我们一垒跑完了，要上二垒。你说，哎，当 B 角色也可以有不错的收获，可是我在这个生意，我的认知是我要把它当企业来做。那好，我们就要上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梯是什么？我们就学会做好 A 角色。 That's it， 第一步当 B， 第二步学会当 A。 可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称职的 A 角色？ A 角色要怎么做？ A 角色要能够具备简单扼要的现场谈单能力，现场回答的能力，记得是精简扼要。在你分享的当中，你能不能把重点提出来，而不是讲了一大圈，别人还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还有你在 deliver， 你在分享的当中，你有没有用你的信心去讲？你有没有用你的热情去讲？你有没有你的感染力？你看，同样内容的东西谁都会说，可是说出来的效果差别就是你有没有怎么样具有专业 A 角色的能力。那我们来做一个 check up， 我们来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视，我们是不是做好有一个专业 A 角色。 OK， 你会不会回答什么是杰斯？你能不能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把公司的创办人、公司还有我们公司通路、全球通路，这是最特别的一个地方，还有未来的趋势，在短短几分钟跟朋友分享。当朋友问到杰斯跟电子商务或直销有什么不同，你能不能有简单扼要的现场回答能力去解说给他们听？当朋友问到，哎，我们的产品跟市面上的保养品、保健品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差不多吗？你知道怎么样在最精简的方式之下把重点回答出来，解决对方的问题？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当朋友问到，哎，这个平台怎么赚钱？你有没有办法把奖金制度叙述出来？奖金制度分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用公司的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我们的这个推广奖金，我们的这个零售这个推广奖金，还有我们的这个区域这个 team cycle commission
我们的推广碰局奖金，我们的管理奖金，我们的钻石分红，这是一步一步用什么？用这个逻辑的方式跟朋友分享。但是第二个更高一个境界，你会不会用白话文，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简简单单的告诉朋友，我们的奖金制度为什么这么特别？因为这个方法是你在传统方法没有办法得到的。可是呢，因为记得我们是革命性的平台，所以如果你能用白话文让别人可以理解的，举例来说，你能不能用脸书的这个例子来叙述我们的奖金制度？你能不能用坐飞机的里程来叙述我们的奖金制度？你能不能用珍珠每一个点来叙述我们的奖金制度？所以呢，我期许大家，什么是谈单？谈单就是当你能够完完全全抓住对方想要的，你谈单当中，只要你能给对方现在没有的，而且将来在传统的岗位上也不会有的话，恭喜你，这个人不加入，除非他没有欲望，否则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可以很有效、简单扼要的把这个平台跟他分享。有时候讲到这个平台，其实我常常说，杰斯有 A 到 Z 26个好处，就像我们的英文字母26个字母，你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那么热情的把这20个好处都跟他分享，你只要知道到底对方要什么，而你可以从有这个智慧能力，从这个26个好处当中怎么样筛取他要的就够了。所以你不需要把26个好处都讲完，别人才加入杰斯。你如果今天功力够的话，你能够判别，你只要把杰斯最特别而能满足他需求的好处一两个讲给他听，他又听得懂，又能够让他兴奋，其实你就已经怎么样达到你成交的这个目标了哦。那再来，如果朋友说，我从来没有任何销售的经验，我也可以做这个生意吗？你应该怎么样回答？OK，或者是说朋友说我没有时间，我也可以做这个生意吗？你应该怎么回答？所以呢，重要的是什么？记得怎么样当好 A 角色，你能不能回答所有的意义、所有的理由，还有最重要的是，每一项回答都要不卑不亢。就是要很淡定的、很稳定的、很沉稳的，能够做好 A 角色。其实，当你扮演 A 角色，扮对的话，是有这个架势，但是有亲和力。但是谈话当中有很重要的怎么样？重要的内容，还有不要被情绪影响，因为今天我们这生意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别人在筛选我。如果你有这个气势，其实是怎么样？是我们在筛选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你不需要卑微的，你可以谦虚，但是你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把自己放在低等的位置，你可以跟朋友怎么样平起平坐，因为你有这个自信，你知道你是把好消息、好机会带给他。所以呢，今天培训的内容不是教大家怎么去做回答，可是我已经把回家作业告诉大家了，回家好好的把这个答案写下来，不懂的去问你的领导，然后呢，去跟你的伙伴做好角色扮演，到底你能不能在对方问的时候能够有效率的回答？其实这就是 A 角色了。所以这个生意，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你有谈单的这个经验的时候呢，而且谈单的几率、成交的几率都很高。我想都是因为他们能够符合做好专业的 A 角色。好，你看看啊，我们现在打棒球喽。刚才教会大家做 B，如果你觉得，哎呦，伊万，我对这个生意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我就来玩一玩就好了，那你就好好扮演 B 角色。那如果你想要迈向另一个高峰，当好怎么样？学会当好 A，当好 A，你有专业的水平，你就有这个本事在这平台赚取专业的收入。你觉得同样一个运动员，专业的运动员跟业余的运动员，哪个表现好，哪个收入高？我想我们都知道，
既然这个生意不是普通的生意，如果今天你要能够有这个分量来承担这个生意带来给你的报酬，漂亮的报酬，你是不是自己要具备好专业的水平？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去什么？去醒思。好，那接下来怎么样跑上第三垒？第三垒，我没有别的东西教大家了，就是不断的去做。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断的去做，去谈单，然后呢，在谈单当中，在带团队当中，怎么样去修正这个生意？就是这几样东西。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跑到三垒。为什么我们要把第三垒放在我们生意当中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这个生意唯有行动力，你才可以制造出生产力。你没有在新人面前，你没有在这个 prospect 面前，你怎么去制造出生产力？我知道有些团队平常做很多的培训，非常好，可是培训是没有生产力的。培训自己在家学习，在什么额外的时间学习可以，可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最重要的时间什么？你应该不断的在新人面前，OK？所以呢，培训很好，可以一个礼拜一次，一个月一次，但是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天天去做。你天天要做的，时时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有行动力在新人面前。那我们的团队呢？我讲的是一个3-1-5原则。什么叫做3-1-5原则？如果你在这个生意想要做到短时间做到一个钻石的阶段，做到一个财富自由的阶段，那你就要把握3-1-5原则，至少3-1-5原则，就是一天要有3个会面，一周就是15次的会面。那这个会面包括什么？会面包括暖身。你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一见面就跟他怎么样谈这个生意。记得，你永远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看。如果你是别人，别人很久跟你没有见面了，一见面就跟你讲生意，你觉得这个感觉对吗？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跟没有见面的朋友、同学要先暖身，喝咖啡。平常你跟朋友做什么，这个生意是一样的，好好了解，多听。听了当中，你可以知道他的缺口是什么。当你讲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听，所以多听。等到你听完他的故事，开始分享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很 selective，很有挑选性的去分享，因为你知道你分享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让他产生共鸣。所以会面包括暖身，也包括去展示、去谈单。当然。名单进来，所以呢，我鼓励每一个朋友要参加社交活动，固定给自己找到一个圈圈。你可以找到商会，你可以找到义工，你可以找到妇女会，你可以找到这个任何的一个社交的活动，不断的固定去接触人了以后，你就可以怎么样把符合他们如果想要改变符合我们标准的名单呢的人名呢加到你的名单，这就是。你去参加这些活动，都符合怎么样？都符合一个 appointment。记得这个生意，其实315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容易去做的。如果你每天不断的想，不要去想红宝石、绿宝石、钻石，不断的怎么样，把你的思维定在你的行动力，其实你的生意能够更快的去达到你自己的目标。那如果你今天很棒，星期三以前。你就把15个单谈完了，把15点做到了。那接下来4、5、6日你要去度假，恭喜你，好好去 enjoy。可是如果今天你星期五了，你这个礼拜只有谈了10个单，只有10个会面，那很抱歉，周休2日就跟你没有关系。你6日请你也去怎么样，也去会面，因为怎么样，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标准就是一个礼拜要有15个单，所以记得这个生意。一定要有行动力。你想想看，你一个礼拜有15个单，跟一个礼拜有2个单，哪个生意会做得快？我们这个生意做得快，比做得慢容易。我宁可好好的拼了1年、2年的时间，我也要不要像在传统环境的人去拼40年，去打工，去在传统行业辛苦奋斗40年，还不能保证会有成绩。
所以呢，我们要接受挑战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传统的工作力怎么样去浓缩。所以呢，你想要早一点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就请你早一点更强烈的、更 intense 的去 deliver 去做你这段时间该做的事。那我们的生意呢，就是一个边做边学边修正。我们自己要期许自己，我们要成为这个平台的专业人士。如果今天你的 B 角色、你的 A 角色还不够专业，我们怎么去赚专业的钱呢？所以呢，一定要自我期许，不断的去做、去学、去问。我觉得去问，我常常哦，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常常哦，这个打简讯、打电话，问问伙伴最近做的怎么样。那听到的，明明他的成绩就是不好，我们知道，可是他，我们都摆在他面前了，他不问。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个不够，我那个不够。那你都知道了，为什么你还没有成绩呢？有时候我们不要试着去当董先生、董小姐，我们要不要问问看，到你认为我该怎么做？你认为我该怎么做？所以呢，我希望每一个伙伴们，尤其领袖，去问，一点都不代表你软弱，去问反而代表你是什么？你是个坚强的领导者，你要做得更好。所以我非常希望期许每一位领导者，其实所有资源都在你这边，你自己要去问，你要去询问，而不是认为我都知道了，我都懂了。你认为你的知道，你认为你的懂，并没有让你达到成绩，可见这当中一定有盲点。所以这时候如果有第三方能够进来给你一个客观的分析的话，也许可以帮到你。所以呢，这个生意一定要不断的去询问。我到今天我遇到问题了，我认为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认为我的经验不够，我还是去询问，去询问 Samson， 去询问 Kim。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唯有不断的去学去修正，我们才可以怎么样上到另外一个高峰。那这个生意啊，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每天收到很多很多资讯，尤其现在微信、微博、脸书，真的假的也不知道，还有公司很多很多的活动，学到很多专业的资讯。可是我每一个人收到的资讯是一样的，是固定的，但是唯有把资讯去消化，回家好好的思考，去消化，去 internalize it， 接下来要转换。转换什么？转换成为你自己的东西，转换成为你自己的理解。唯有经过这三个动作，这些资讯才能为你产生价值。我常常在这个微博里看到伙伴们不断的啊，听到一个消息马上怎么样，保证连看都没看完就马上去转发给团队了。请问你消化了吗？请问你转化了吗？不断的传递资讯，那只是滥用资讯，并不会为你传递价值。我相信朋友当中每一个人时间都是宝贵的，你要别人怎么样看待你？你不断的出现在他面前，不断的给他东西，填鸭式的东西，这并不能对他产生共鸣，这并不能让他觉得这个平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资讯消化转换，接下来你传递的东西，别人会说什么？嗯，有料，嗯，这个思维非常的特别。所以我希望呢，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好好的来审视我们做这个生意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让资讯为我们产生价值，可是这个价值别人不能给，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创造出来。所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哦。好，你看看啊，我们棒球先当 B，OK，有一定的收入咯，有一定的成绩咯，接下来我们当 A， 自我提升。接下来你要一起怎么样，再上更高的一层楼，我们就是要上三垒。三垒就是我们要从做的当中去 master， 去精湛我们的基本功。提到这个基本功哦，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呢，我用一个例子哦，最近我的小女儿哦，6岁，
在这个这个活动呢，教会的活动里面呢，有学打篮球，当然不是专业的篮球，就是小孩子在玩哦。那因为呢，前阵子我不是到这个亚洲嘛，到亚洲，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参加他前两堂课哦。那上礼拜天我去参加第三堂课的时候，也就是我第一次去看我小女儿打篮球，我认为我会看到我们印象当中的篮球是什么，就是球往什么？球往丢球、抛球往这个篮筐去投，我认为那是所谓的打篮球。可是我那一天看到的，我小女儿并没有做打篮球的动作，她在做什么？教练在教他们跑步，教练就要教他们怎么样去横走，像螃蟹一样横走哦，很可爱。教练在教他们怎么样去拿球，教练在教他们怎么样去移动。我说我看了一个小时，我还没看到我女儿打篮球，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他们在做基本功。你看看，上了第三次的篮球课，连篮球都，为什么要把这个基本功做好？因为基本功没有做好，连篮球怎么打都不需要打。所以我们这个生意也有基本功，就像盖房子一样，很多人都看到房子大楼嘣，很快乐的都怎么样，都怎么样，高楼大厦大盖起来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他花多少时间在做地基？地基不好，房子怎么盖都盖不稳。我们的基本功就跟房子的地基一样，如果没有花时间学习，你怎么去把这个事业做到专业的水平？连 B 角色，连分享你的故事都要学习，都有里面怎么样，都有它的内容。你看看，现在可能没有这个职业了哦。过去呢，我们有什么？有 operator， 有接线生。我们相信接线生是个很简单的工作，对不对？就 hello， 欢迎你打到什么样什么样的公司，我怎么样来帮你。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去应征一个接线生的工作，第一天你认为你的老板敢把你放在桌子，让你去碰那个电话吗？不可能，他怕你乱讲，他怕你乱按。同样的，我们这个生意，我们的生意当然是怎么样，比接线生的工作更怎么样，更有高深，更有程度。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往往这个生意不需要学，我们就可以有专业的水平？哎呀，说故事简单，当 B 角色简单，回答当 A 简单。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去放下自己去学习，学这个基本功，去精湛，去 master 这个基本功？所以呢，这个生意其实跟传统的生意，从学习的角度其实一样的。你要去学习，你不去学习，你怎么样能够达到专业的水准？当你没有达到专业的水准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你周遭的朋友怎么看你？你的团队伙伴怎么看你？所以要当一个称职，如果你自我期许要当一个称职的领导的时候，请每一个人期许，把一垒、二垒、三垒扎扎实实的做好。所以呢，这个基本功就是我们成功的主方。什么叫做主方？就像我们的配权精华一样，要有主方，要有副方，才会怎么样达到全面性的功效。所以呢，第一个部分我谈的第一垒、第二垒、第三垒，这个是逻辑的部分，这是成功的主方。我已经怎么样？我已经摆在黑板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跟大家解释了。可是这个生意做得快、做得慢、做得到位，还有一个副方。什么是副方？复方就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复方会决定于你做的漂不漂亮，你做的开不开心，还有你的团队能不能快速的去复制。所以刚才提到主方，还有哪些复方？这个复方我不能帮你，你要自己去走过这个复方。
可是我可以把复方的要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意要成功的复方，一定要有完全相信的信念。你要选择相信公司，相信产品，相信领导，相信团队。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怀疑的时候，很抱歉，你的能量没有办法完全的传递出去。那很多人说，可是我还没有去验证啊，我怎么知道？记得，你先去选择相信它是真的，在你做的当中，你是一步一步的去印证它。如果你今天选择先不相信，而在运作的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去印证，把不相信变成相信。因为只要你一启动，一定要带着无比的信念，无比的相信。我相信今天我们的这个事业，如果你还觉得做的有一点点不开心的时候，还觉得还有成长的空间，也许我们自己没有放下完全相信的信念。那今天当你完全相信的时候，你的伙伴也会跟着做。如果你相信你的领导，你的伙伴也会相信你。如果你相信公司，你不需要去跟你的伙伴讲，你的伙伴自然怎么样也会 copy 你去相信公司。我们先选择相信，我们再来印证。因为在过去6年，我知道这是可以被印证的事实。可是如果你等到你一步一步都去了解以后才选择相信，很抱歉，已经太慢了。因为你已经浪费很多子弹，你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已经带着你的不相信。你怎么去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创业的平台，这是个有意义的平台，可是你自己内心有一点点的怀疑。所以呢，这个生意我们常常说，对小孩子说哦，教小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身教。身教，你去讲再多，还不如你亲自表现出来。同样的，这个生意也是一样，你可以站在讲台上，你可以口口声声的去培训，可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你怎么样卷起袖子做给你的团队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真正的一个领导。还有，你有没有一个义无反顾的勇气？你眼睛盯着目标往前走，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不停留。我在这个生意最近看到很多伙伴参加了一阵子，很久以前参加过，现在就回来了。我很高兴他们再次回来，可是也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初遇到了挫折，他们选择了停留，他们选择了留在原地。这个生意唯有往前走的时候，你才可以怎么样，把你的主力定在你的目标。当你眼睛定在目标的时候，没有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你的眼睛是定在目标。可是如果你的眼睛是定在问题，你的问题只会越看越大，你自己把它放大了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生意在你做 A 刚才上一垒二垒三垒的时候，你要带着你完全相信的信念，你要有义无反顾的勇气往前走，不停留。还有，你一定要紧紧跟上你的系统团队，紧紧跟上，不是只有带入系统，你要紧紧跟上。你到底知不知道系统公司最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领导要去哪里？如果你紧紧跟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借力。举例来说，我们系统最具代表的课程，在10月份，我们有7堂，在5个国家有7堂课。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时间怎么报名？你说我为什么要知道？记得我们是做全球的生意，你不要只看你现在的城市。你有没有朋友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在加拿大？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时候系统有活动？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领导谁要去亚洲，谁要在什么样的城市，他最近有什么样的这个重点的一个活动？你有没有紧紧跟上？所以这些成功的复方，信念、勇气、紧紧跟上，我不能帮你，我不能推你，这要怎么样？要你在自己要去修炼，自己
要去制造出来这些复方，可是我今天把这些复方都告诉你了，如果你今天抓到我今天培训的重点，学到我们的这些基本功，不只只是做了，而是做对了，自己今天好好给自己打分数，到底你认为你是几分的 B 几分的 A， 问问你的伙伴你是几分，给你打几分，然后回家好好的审视自己，我有没有信念勇气紧紧跟上我的系统团队领袖，如果有的话，恭喜你，大大的恭喜你，因为这是一条让人成长幸福的创业之路，这个生意不仅仅让你的荷包成长，也会让每一个人愿意拥抱这个平台的人成长。你说赚钱不见得每个人都要赚钱，我完全同意，可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期许自己变更好的人，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更有智慧，能够在自己的周遭的朋友都可以体会，哇，我觉得他在这个平台有转变，我觉得他在这个平台有成长，我相信你的朋友已经非常的尊敬你，让他看到你的成长，那加上你真的选择对的能量在运作的时候，这绝对是个幸福的创业之路。我在传统的投资理财生意，我见到许多有钱人，可是他们不见得开心，我甚至很难找到开心的有钱人，可是在这个平台我看到太多太多在这个平台成功的朋友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创业之路。我们还去哪里找呢？是什么生意让你赚钱，让你成长，又让你幸福？所以记得一定要紧紧的跟上系统，跟上团队。好，那我希望呢，今天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培训呢，能够帮每一位的伙伴充电，充到电，然后呢，回去好好的思考，记得不要听了就过了，听了以后要到你的心里，好好的去咀嚼，好好去想想，然后呢，也许在不断运作的当中，你可以体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受跟共鸣。所以呢，再次谢谢所有的伙伴，我知道亚洲的伙伴呢，现在已经是将近午夜了哦，那这个美东时间呢是接近中午，那美国的洛杉矶呢才刚开始，你看多好，这个生意靠着一个工具，靠着一个平台，我们就可以把大家全部怎么样，全部聚集在一起，一起学习，全球同步。所以呢，我要借这个机会谢谢在线上的每一位伙伴们，是你们的故事让我成长，是你们的故事让我有这个动力继续往下走下去。我也希望将来有更多更多的伙伴们能加入我们的行列，为我们的系统，为我们的团队来继续的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妙漂亮的平台传递出去。那希望大家呢，紧紧的记得加入你的团队，有什么讯息，我们随时会有不同的培训工具，还有我们的巡回的这个路线，这个行程，记得只要你紧紧跟上，你就不会落单。OK， 好，祝福大家。那希望大家在2015年剩下10、11、12，剩下3个月，能够打出最漂亮的一场仗，让你最后这3个月的业绩超过你过去9个月的业绩，好吗？祝福大家，我们高峰相见，拜拜。